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我是蔡世平啊。今天我们继续非常高兴的能够跟杨宪宏我们的老朋友呢一起来跟净空和尚老师傅呢来谈一谈，来请意向他请意呢，到底我们从文化这一个视野怎么样来看台湾何去何从。我想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呢看台湾何去何从都可能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如果正本清源，回到一个价值观，回到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的话，我们的视野可能会完全不同，而且态度和高度呢可能也可以拉高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角度呢来看待台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请师傅呢继续来跟我们来谈谈他怎么样看台湾的未来。师傅你好，宪宏好。好，师傅好，大家好。大家好。好，我请教师傅啊，师傅这么些年在美国在澳洲其实都是非常西方社会非常先进的国家哈。那么在那边讲经，在那边介绍您对鼓励西方人对于佛学的认识。那这几年呢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回到了中国大陆，在您的故乡在中国大陆呢去传播佛学，去鼓励大家呢去重新重建他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刚这样描述是说，看得出来这些年的经历里头您对于西方非常先进的社会有第一手的了解，亲身的接触，对于努力的在从贫穷落后的社会里面转型到进步社会的中国也有非常一手的了解哦。所以我想请教你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程度里头，文化这个概念会很不同，对不对？可是文化毕竟还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特别是师父在这段时间以来不断地跟我跟宪宏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文化的重要，但是文化又不复杂，文化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所以我想请教您哦，西方的文化跟中国现在所处的这种处境的文化，那在这文化到底有什么样基本的内涵，其实是不分西方不分中国它都有的。那西方文化的优点跟中国文化的优点在您的角度里头，在您的观察里头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调和跟平衡，这当然是个老问题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就不断在讨论的啊、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嗯，关系到世界的安危啊，整个世界的安危。嗯，总的来说，东方这中国文化是人性的文化，是出自于人性的啊。那么西方的呢，那是出于少数，这是所以哲学家科学家啊他们的这些思维，嗯啊，它不一定是人性的啊，所以这是基本上不同的地方。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啊，中国这个文化的根是从父子有亲这个亲爱的这个文化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是爱心啊，真的是仁爱和平啊，这个不是口号，是真正的落实了。那么如果跟西方文化融汇当然可以，可是佛家的伦理文化比这个更精彩啊！为什么呢？它立足点的时候它不是爱啊，爱还是第二层，它也比爱更高的啊。这个中国是这个血缘的关系啊，血统的关系啊，这种是凝结啊，成为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族群，嗯哼，啊，这是它有它非常精辟的这个文化做基础啊，使这个族群的时候能够长久啊，千万年来的时候能真正做到和睦相处啊，能够是这个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真正达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嗯，啊，这是中国做出来了。嗯，那么西方的文化到现在是吧，这走向了科技之后啊，大家都知道，啊，都晓得，嗯，啊，那么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他们自己已经
很难再维护了啊。那么佛家这个立足点呢，它是讲完全讲心啊，讲心。在哲学里面讲的是它讲宇宙本体，本体是什么？整个宇宙是一体，它从这出发的，这就比爱更高一层啊。整个宇宙是一体，没有中外的分，也没有族群的分，甚至也没有动植物的分，它没有。所以佛家讲的是叫不二法门，不二就是统一啊，整个宇宙统一。所以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是很不容易理解，那我们就常常拿身体做比喻。我身是一体啊，眼是个族群，这器官呢，一个族群 器官是像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种文化啊，耳是一个族群，鼻是一个族群。你要是说我眼好，我这个族群优秀，其他的不如我，那你就想想这个人的眼睛好，别的器官不行，不生病了吧啊。所以是佛法里面讲是个个第一啊，没有第二的啊。眼，我的眼睛第一，耳朵也第一啊，这个鼻子也第一啊，身体每个器官都第一，这是最健康的。这个是佛教文化啊，凡是有到有优劣，已经有病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讲的那就深了啊，讲的就非常有趣味了。所以佛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一体，把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升了啊。现在问题就是，现在真正修学的人少了啊。这真正修学的人是那要靠扎根教育，所以扎根教育就比什么都重要啊。扎根教育指导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大学里的三纲八部。三纲八部，对，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纲啊。下面八目的时候，从这个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最高指导原则，永恒不变的啊。所以现在呢，那我们说还是要从这上来下手啊，特别是要从格物。格物就是我们要把对于物质上的欲望要舍弃。如果是追求物质欲望的时候，这是最愚蠢的，到最后是痛苦不堪啊。人这一生愿意过这种生活吗啊？人生是真正快乐啊，这是真正是幸福圆满，是快乐啊，而不是在受苦啊。你赚这么多钱赚来干什么啊？赚了钱的时候又怕贬值，又怕这个别人占据，天天患得患失啊，搞得晚上都不能睡觉啊，天天吃安眠药过日子，这不是人生的啊。这个就错了，大错特错了，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造成的啊。拼命追求这个东西，追求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中国古人呢不追求物欲，为什么呢？每一天三餐饭吃饱了啊，衣服穿得暖了，有个小小地方可以睡觉休息，是快乐无比啊。搞这些干什么啊？人才会有智慧，才会能回归到本性啊。本性是最圆满的，最完善的啊。所以头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物质欲望放下啊。所以佛教我们放下贪嗔痴慢，这大体的事情。所以台湾的问题，我想我本来要继续追问师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但是我觉得师父刚才已经点到，帮我们先点到了，也就是说台湾现在，我想很多，我这个问题是代表很多哈我们的观众朋友来问了，就是大家会觉得台湾的社会呢很多的乱象。那这个乱象如果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人心很浮动的社会，是一个价值非常错乱的社会，就常有时候黑白是非搞不清楚啊。你好像相信这个东西，可是有时候呢透过媒体，透过社会上的各种公众人物的一些示范以后，又觉得
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想这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师父大概也常常碰到很多人会希望师父来帮忙开示啊，点出一些智慧的明灯，就是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讲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黑白。那我想请教您啊，就面对台湾社会现在这样子所谓的人心浮动、价值的错乱，我们要怎么回归？回归到哪一个地方才能够找到答案？这是这些年来我参加国际的和平会议，他们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怎么样能够消灭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我参与之后，我就是消灭冲突的时候，这冲突永远消灭不了。消灭不了啊？为什么？消灭这个字就是制造纠纷。嗯，我说中国人呢不用这个，中国人叫什么？化解。要化解冲突，不要去消灭它。消灭它，你说这西医跟中医就不一样，中医叫解毒，西医叫消毒，消灭它，这个毒的细菌要消灭它。你看这个心多狠啊！中国人就是你说解毒，把它解开啊！你看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嘛啊！所以说不能用这些这种观念啊，化解问题要用温和的。啊，要用柔和才能化解问题。更强硬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是制造问题，而不能够化解问题。啊，那么我们把中国东西介绍给他，确实，这些人的时候闻所未闻，他从来没有朝这一方面去想过。啊，听的是好，是很新鲜。啊，最后告诉我的说，法师，这是理想啊，这不能落实。嗯，啊，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社会都是在竞争。这竞争麻烦可大了。2500年前孟子就提出了争竞争提升，就是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那现在战争的时候，就核武战争、生化战争，那就是同归于尽，毁灭，死路一条啊！啊，中国老祖宗教过说叫让啊，你看谦让，忍让啊，忍让提升呢，谦让再提升，礼让，你说这个多美啊，让就没有增值了啊。所以说这个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怕资源缺少，就怕分配不均啊，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你人心安定点，生活过得苦一点，苦中有乐。啊，你看现在，你拿美国人说，我们在美国说，美国人富裕，美国人没有一个不苦。啊，我这个第一次中国开放，我回到中国去陪韩馆长，回家，啊，他们是都知道我们从美国来的，羡慕得不得了。啊，那个他的亲戚朋友20-30个人，请了3桌吃饭。啊，大家我看这个样子，我说美国人比不上你们呐、啊，他很惊讶的，为什么比不上？我说我问你们，你们在座的30几个人，你们哪一个人是欠债过日子的？大家互相看看，没有一个。我说美国是负债过日子的，啊，那些个是所谓好日子，是那都是赊账赊来的。你看欠保险公司的债，欠银行的债，一生。干什么呢？一生就是为了还债啊，天天赚钱，天天还债，这种日子你们愿意过吗？这大家听懂了之后才晓得，是美国人的房子、汽车、电冰箱什么都是谁来的啊，你们愿不愿意干啊？哪有像你们这样一身轻松啊，下班之后没有事情，这个门前摆个小桌子，摆几杯老酒，剥花生在聊天，这种闲情逸致啊，在美国人没有啊，啊，天天在紧张，为了还债，到死也还不完。啊，这是他们的文化。嗯，啊，我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绝对不会叫我们在美国怎么敢过这种日子？啊，所以这是一定要了解的。嗯哼，归根结底还是教育。啊，所以回过头来之后，
我们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这个是这很难的，所以逼着我们一定做实验。嗯，啊，科学嘛，科学就是要拿证据来。嗯，啊，那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地方，在新加坡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啊，新加坡真的寸土寸金，买个5个acre的地就买不到，这么大地就买不到，啊。那么在澳洲，我也跟诸位是说明过，在环境都有障碍，啊，所以2005年回到家乡，这次做成功了，啊，做成功。如果，啊，这个国家领导人，我想在台湾的话是国家领导人，你去参观，你去看，啊，你在这加以鼓励来推广。嗯哼，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就复兴了，过去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喊出这个口号没落实，落实要靠教育啊。那么台湾这个同胞啊，这个接受儒释道三家教育啊，毕竟还是有一点基础啊。那么呢，特别是接受佛陀教育，如果能够找到50到100个老师，我们在汤池做的是最初开办是37个老师，啊，做出了牺牲奉献，我们做出个样子给社会看，啊，给大众看，给外国人看，给联合国看，啊，大家都有这种精神，啊，所以很短的时间就做成功了，啊，说明证明古人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绝对正确的，是有道理啊，这个是教之道贵以专，是决定正确的。好，师父刚才非常言简意赅就点出了整个的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啊，一个单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一个竞争的文化，所以大家都压力蛮大的。第二个部分单就是它是一个消费取向的一个社会，鼓励大量的消费来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动能哦，但是大量的消费的结果其实也就是一个大量举债过日子的一个生活。我想这个道理用只要用在现金卡信用卡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呢，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好，待会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师父，针对着台湾何去何从教育这条路啊，怎么样子来切入，特别是从文化角度来切入，待会我们也听听谢虎从的政治社会观察家的角度呢，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补充的想法。回到仁爱和平讲堂，我想刚才呢，师父其实用他对于西方社会的一个观察，然后回到台湾这个这块土地上呢，他做了一些观察啊。我请教宪宏，我们在台湾其实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啊，长期在这边观察，长期在这边看台湾社会的变化。师父刚刚所开出来的对治的药方，你的看法？师父是用很柔和的方法啊，去接触这个非常生硬、很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危机哈，可是这个危机也有可能有转机，就是看选择啊，看选择。我引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啊，因为台湾大多数人啊，熟悉西方的这种接触问题的方法，其实讲穿的是一个责任伦理。嗯，这个西方这几年也讲，不过呢，这也是差不多他已经有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啊，应该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呢、啊。像德国最有名，大概是德国的 Maxwell， 韦伯，他谈责任伦理的时候，我觉得他谈的那三项，今天台湾呢、啊，每一样都必须面对。他讲到这个责任伦理的时候，他提到热情，责任感，判断力啊，他的相对是什么？他相对其实这个哲学家就看到西方文明里头啊有冷漠嘛，那也有一个就是没有责任感，第三就是大家不判断啊、哦、就是是非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个对峙。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熟悉的东方思想，他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所以他特别感到在台湾过去尤其是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新马热的时候，很多人提到这是一个对峙，可是一点都对台湾这个社会啊不起作用。我觉得在思想上很多的知识分子感受到那个需求，就是整个社会伦理啊
要怎么样落定这样的问题，政府也有提出来，可是都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我一直在呼吁一个问题啊，就是典范。其实这个典范啊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典范其实也不过是这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嘛。典范要把典范把它找回来，那典范就典型是在述写啊。可是这个要透过整个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树立新的典范。那这个树立新的典范工作在台湾其实是有希望的，是有可能的。所以台湾一方面就是有这种渴求了。我觉得这个社会某种程度已经走到今天了，在各个方面，大致哈、哦，这个国家社会怎么发展了、啊，小至生活怎么样来面对啊？如果我们今天很少有机会可以谈到，比如说吃素这个问题。我相信师父是最有感受。其实我也感受到啊，这个社会其实是用这种每一个人在找寻方法的时候，有人从吃啊，食衣住行啊，就已经开始在寻找典范的这个价值，使得台湾在未来，包括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的影响，产生一种巨大的一种所谓带领作用 ，leading effect， 好，就是这种带领作用。那在这一部分，我觉得台湾自己要把握了，那这特别有像师父这样子啊，这个苦口婆心这种呼吁，其实非常重要，对，这是一个转捩点，没错。所以我顺着谢宏这个谈话啊，来请教师父，也就是说，像您这次回到台湾，然后帮我们开了这个仁爱和平讲堂，然后从您的角度呢，比较的角度，不断的提倡文化。啊，就像谢宏刚刚讲的，典型在溯习啊，终究要回到文化的源头上去思索整个国家社会的未来。可是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台湾啊，就您自己的近身的观察来看的话，台湾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点？这个优点其实对其他的华人社会啊，它是具有一些典范的一些作用。比方说您刚刚提到的贪嗔痴，我们在台湾当然也会用这个贪嗔痴来批评台湾这个社会的浮动啊，这个社会的某一些短视。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台湾这些年来对于环保的认识、对于生态的重视、对于传统价值的保留，很多大陆的朋友或者香港的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都会说，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化他们认为比较完整的保留是在台湾，因为它毕竟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有一个相对数十年的安定，让多元的中国文化在这边都有一些养精蓄锐、发展彼此交汇的一个可能啊。所以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看待台湾在何去何从的这个方向里头，我们自己的优点啊，您觉得哪一些？那这些优点要怎么样来跟华人社会来做对话？在整个社会上来看呢，中国传统东西啊，台湾保存的多一些，的确是多一些，多一些。你说第一个文字，保存繁体字、我们不叫繁体，正体字、正体字，我们中国人不繁，正体字，对对对，这是正楷嘛，对，正体字，我说这个文字还是直写的，5000年来直写是点头啊，横写是摇头。点头总比摇头好，是啊，而且真的也就像您所谈的，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是正体字，他就随便翻开2000年前的典籍都可以直接阅读了啊。对，没错，所以是在台湾呢，应当我们从当时这个经验，给我们了很大的信心，也给我们非常大的鼓舞啊。如果台湾能够把中国这个传统伦理道德做小的试验点你说全面做，这很困难，也不容易做到，就像他们做一个点在都市里面说可以做一个区，一个小区，人数不要多，要求这个区居住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那只要学三个东西就行了，这三个根，儒释道的三个根，儒就是弟子规，道就是感应心，佛就是十善业，只要把这三个东西的时候能够落实在生活，那整个就起变化，
啊，这个变化的时候，会让整个世界上人啊，感这个这个感受到强大的一个信息，啊。那么这一个去做成之后，永远做下去，慢慢扩张，不能太快，啊，在这个里面呢，培养师资，啊，我相信我们在台湾找一百个老师，不是困难的事情。啊，他有这些基础，年轻的老师做出牺牲奉献。啊，老师要教的时候，首先就是把这个基本东西从自己落实，自己要不能够做到，就不能教人。啊，那就不会成功，必须自己做到，自己不是为我做的，我是为这个苦难众生做的，我是为国家社会做的，我是为拯救世界而做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啊，我个人做不做无所谓啊。啊，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啊，这是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为这个大事情啊，就是为往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你真的发这种心呢，你去做啊，啊，真的能做得出来。啊，那么从这一个小点再培养这些师资。啊，这些师资能够培养到一百个人，我常常说啊，这一百个老师啊，可以抵得一百万大军。一百万大军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百个老师能解决问题。啊，那尤其如果国家领导人，像从前的帝王一样，哦，那就起带头作用，那个影响就大了。你看清朝，你看看这个开国这些帝王，常常请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专家到宫廷里面讲学，那他们亲自来听课，啊，带着嫔妃，带着这文武大臣一起来上课，啊，这个消息传得上行下效，这个学习文化风气啊带起来了。那现在我们是用这种高科技啊，这些网络、卫星、电视。如果我们请年轻的老师在那里讲这个《弟子规》啊，教学教这个感应篇，而看到是总统、部长都在这边听的时候，这个画面也打出去的时候，那个影响就大了。啊，是不是带头嘛？啊，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相信啊，不到半年，这个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平。啊，就正如我从访问这个印尼，我第一次到印尼是印尼副总统邀请，啊，一下飞机就到总统府，就跟他见面，他头一个就问我，这个印尼这个从金融风暴之后啊，这个经济一直不能复苏，啊，感觉到非常痛苦，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经济是第二，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社会安定，啊，为什么呢？这个印尼是那是资源非常丰富，啊，这是非常这个富足的天府之国，啊，可惜就是这个没有能，这个人没做得好，啊，所以如果社会安定了，你这个啊哪个国家人都喜欢来投资，啊，都喜欢到这边来，啊，但社会怎么安定呢？靠教育，啊，教育，当然头一是老师，我说印尼是万岛之国，啊，它有17000多个岛屿，啊，那你要是建学校，那是太困难，是学澳洲用远程教学，啊，你有个国家这个教育电视台，啊，那么能够培养的时候，也100多个老师天天在那里教学，让全国人都学的时候，我说一年你社会安定了，第二年你就发财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是维加瓦蒂的政府。啊，我教了他一些方法啊，这个结识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选举失败了，政府就换掉了，啊，换到现在这个总统是尤托，这次我才跟他见面，啊，前面去过两次没见到，这次见面也谈了差不多40分钟啊，是，这个是通通要在教育上下功夫，所以中国5000年来，我老祖宗聪明。啊，他把教育摆在第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所有国家一切设施都为教育服务。啊，你看，这个在行政机构里面，教育摆在第一，礼部，
六部礼部尚书，首相不能失势的时候，礼部尚书带首相，啊，他这么尊重啊，尊重这个教育，尊重文化，所以人民也尊重。人民尊重文化的时候，就不争利了，那你社会就安全了。如果说是把经济摆在第一，那个可麻烦了。你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和平呢？这个社会在和平呢不容易啊，你怎么能叫大家不争？啊，所以孟子提出来仁义。如果大家争仁争义，人是爱人，我们大家都争着怎么样去爱人，社会就问题没有了。义是合情合理合法，是义是循理，遵循道理。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切言语造作都能够合情合理合法，不是天下太平吗？啊，所以是特别强调仁义。啊，而核心真的是孝道。啊，所以孝道跟私道呢，自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要从这上下手。啊，还是在台湾做非常非常理想。我们汤池做一个镇，现在庆仁做一个县。如果台湾能做全省这样的做到这个，那是世界第一。师傅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间浮起了一个画面啊，也就是说，如果从一个点、一个区开始的话，其实台湾这几年非常有成就的啊一个成效就是社区总体营造。如果能把这些概念结合起来的话，就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区域式的推动的话，其实它是大有机会的啊。好，我们稍待片刻回来，我们再来听听师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听听县府的意见。其实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常常会用一种比喻啊，比如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对不对？风行自然草偃，所以它其实一直很重视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那我想用在老师的一个师傅刚刚的说法里面，这个老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种子部队，在汤池有个几十位、上百位的老师这样做，在每个地方也有一个一百个老师这样做。其实很快的，这个力量就会慢慢的扩散出去。所以其实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应该去相信师父一直都说的，人民是可以被教育的。好，那性本善。对，没错，性本善的。所以我这边先听听一下县宏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在作为一个台湾人，有时候还蛮骄傲的一个点是说，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定的一个年代，数十年，这个相对安定的年代里面又能够让儒释道三种不同的文化在台湾都获得比较相对比较完整的保存，并没有像中国大陆经历过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破坏啊，所以这是台湾非常骄傲的一点啊。我要听听县宏，您从一个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师父刚刚所讲的每个点连成线，线再扩大成为面，假以时日的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可是问题说，它毕竟是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投资，对不对？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在这上面，政府或者社会，尤其是企业界，其实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听听看你的想法。我应该把这个1945年以后到现在啊，台湾这个社会啊，它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啊，我比较喜欢用一个例子去看啊。台湾这个社会像个小孩，走在沙滩上，他一块一块石头捡起来，选择好了贝壳捡起来，可是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能力把它串成项链。这是串项链的时间点了。你有时候这样回想哦，台湾到底是不幸还是幸运，真的也很难讲。哦，经过那样的战乱，这样子流离，然后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地位，很多人很悲苦，觉得说，哎呀，这为什么是这样？可是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经过这么多苦难，然后走到今天，啊，似乎恍惚是有安排的。好，这个不管他原来有没有什么信仰，总之这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历史的路径，历史的阶梯在这个地方。好，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这是危机还是转机？满手哈入宝山空手出呢，还是入宝山呢不空手出？这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核心的理念怎么串接了。怎么理解自己的文化，怎么理解自己，怎么样子这个承先启后，这个承启这个责任啊，这个责任伦理在台湾今天这一代人啊，有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去呼应？所以都特别需要有像师傅这样子的非常清楚透彻的告诉他
错，说其实你满手宝贝啊，台湾其实是这样子，满手宝贝，不要不、不要不自己觉得说好像没有东西一样，就是说这个要把它串起来、那这个串起来的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靠教育吧，没错，这个教育的这个历练就是去挖掘出告诉他说性本善是对的、好，然后告诉他说没有错，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走到今天了、的确有很多的错误，可是那些错误啊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正确，一切向善向正，正念看，正念看啊、那我们不要太过度的去夸大说我们有可能有什么样可以对别人起什么作用、可是对台湾来说也必须有一种自我这个肯定，自我肯定说这些年来我们所得到，我们也走在世界最前端的、我们应该要有所表现，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从其他的方向去看的话，整个世界其实对台湾是有期待的、对，那这个我们如何去完成，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需要鼓励跟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想要顺着谢宏刚的这个观察来请教师父了啊、在中国大陆汤池的下一步您会怎么做，那同样的汤池的这个经验或模式啊，您什么时候会想要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上也来尝试的推动，对，所以这是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嗯哼，当然是越快越好，如果台湾有一批这些热心的人士，我们真的志同道合，像汤池这种小点，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做两个点、三个点都可以，你比如在城市里面，我们用市区做一个实验。在农村里面做一个乡村做实验，在企业里面也可以用一个公司，那有这个兴趣的话来做实验，这个实验没有别的，就是把说这一个社区变成中国传统的一个家，把中国传统家的精神家的功能把它发挥出来，使这一个社区里面居民彼此都像家亲眷属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这里最重要的很现实的养老育幼医疗，这里面最重要大家最关心的人生，这三桩能做好的那就真正幸福美满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完全在从前是用血缘这个关系，今天是用道义，用道义，如果用佛法讲，那就回归比血缘还要坚实的一体，整个宇宙是一体，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那是让我们最感到佩服的，讲绝了，宇宙是一体，怎么能不爱呢？连一草一木，甚至一粒沙尘，都有圆满的爱心。而没有欠缺的，这是佛家的，所以从这上面，这个儒释道三家的文化都能在此地互相交融，这个互相的发扬光大，那这个给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光明。那么我们汤池做出成绩之后，在联合国，做了这个介绍，也做了展览。没有想到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代表都希望到汤池去参观，去考察，这个事情没有能成型，很可惜，所以如果是让他们都来了之后，对整个世界会起很大作用，那我相信说我们台湾可以做这个工作。汤池的整个的实验啊、您当初有没有料想到说它超乎你的预期？超过，没想到，没想到，超乎预期。我们想的时候大概总得要2年到3年，没想到不到半年，就有那么好的成绩，使我们对于老祖宗的话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不会有疑惑了。人是教得好的，人变坏了也是你教的，是教坏的，就看你怎么教法。你如果是正面，这些伦理文化的教，他就教好了；
啊，如果用现在这个电视媒体聚焦，它怎么会不坏？啊，这是小孩，现在小孩不好教，这大家都感觉头做父母的头痛。可是小孩到汤池去住上一个月两个月，完全变了。啊，他那里面有氛围。嗯，啊，整个小镇它这个氛围，师父讲那个关键了啊，对对对，氛围在，你在别的地方教的时候呢，只在扩堂，你感受不到这个氛围，所以汤池已经造成了氛围，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啊。那么我们想，如果在台湾把它造成像汤池那样的氛围，甚至会比汤池做得更好，因为汤池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儒家的弟子规，在台湾可以做三个啊，可以同时教弟子规，教感应篇，教十善业。啊，十善业那是圣贤的基础，弟子规是讲伦理道德，啊，感应篇是讲因果报应，啊，人有伦理道德，羞于作恶，啊，他不愿意作恶，人要懂得因果报应，不敢作恶，啊，那这个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就安定了，啊，唯有安定和谐的社会，才能成就一切事业。学术事业都需要在成这个安定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够发扬光大。我紧追师父刚这个谈话啊，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两岸三地，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还是香港，都有人在推动读经。读诗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啊，那这样的一个运动跟您的所谈到的儒释道里面的非常从弟子规开始的啊，感应篇等等，这两者之间不冲突吗？还是说您所鼓励的这个儒释道这些经典可以取代了？不冲突，但是有差别啊，有差别。提倡读经，如果读经不能够落实，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他现实的生活不产生变化。嗯，啊，如果是真正学习弟子规的时候，把弟子规变成日常生活，那他整个生活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就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是这个小镇上大家都学弟子规，这小镇变成和谐社会。嗯，啊，真的是成示范，你到这个小镇里面来，人人都是好人，没有有恶意的人，没有有做坏事情的人。啊，你像这个计程车司机，啊，这是我们在那里做了三个月，啊，司机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啊，有一个司机是上海一个老板，啊，遗失了一个皮包，里面有7万现金，啊，还有一些资料。这个司机原封不动全部送回去了，啊，这老板很惊讶，你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人？他说我们受过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所有司机不但我一个，个个都是跟我一样的，啊，他要送10000块钱奖励他，一分文不收。他感到很惊讶了，是教出来，他说了，如果在从前没有受过这个文化的，这个皮包不会还给你。他讲得很坦白。啊，这个就从心理上改变了，啊，他懂得是非，啊，懂得是哪些应该做的，哪些不应该做的。即使他不是一个有钱的，啊，对对是啊，他能够做得到，啊，你说这个居民，啊，跟父母照顾父母，啊，给父母那个地方有温泉吗？每次到温泉第一桶水回家给我父母洗脚，啊，这个成风气了，啊，以前没有过的，啊，这个夫妻吵架没有了，离婚率没有了，没有再离婚的了，邻居不吵嘴了，邻居本来为小小的利都是争论不休，现在互相谦让，啊，所以风气完全改了。啊，这什么？这个就是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过去这一些人，他为什么把社会教得这么好？
而是家和万事兴嘛。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小镇当作一个家，啊，当作一个家，让人人都知道我们居住在要相亲相爱，要互助合作，啊，我们过的生活非常幸福。哎，不要争利，我就叫他们不要去争利，你们只要好好做。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到这参观，到这参观，他要住旅馆，他要吃东西，不就都送钱来了吗？都发财了吗？是的。现在他们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升，文化带动经济，啊，这是良性的。啊，经济就没有文化的时候，那个负面影响太大了。没错，我觉得师父这段话是谈得非常的好，文化带动经济。对，文化带动经济。如果没有文化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他们，不要搞什么这个生产业、事业的工商事业，不要搞啊！你们就是搞文化，啊，文化典型让全世界的人来看。我说你们搞什么？搞服务业，啊，多搞一些小旅馆，不要搞大，啊，小旅馆三星级就可以了。只要干净，他到这个来的，他不是来享受这个物质享受，他是来享受文化的。只要他住得很舒服，吃得很好，那就行了。啊，鼓励当地农民通通种有机蔬菜。蔬菜，不要农药，不要化肥，让大家到这来的时候非常开心，也非常安心。啊，那个感受里面，现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组团，没错，都要到那，现在是要排名。啊，您是去没法找接待，啊，所以一批一批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我说如果整个台湾来做的时候，台湾变成全世界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心。没错。刚才我本来想说，我们只是跟师父请教啊一个汤池的经验，但是后面这一段竟然也非常巧合的，或者说非常成功的跟现代的旅游最高等的旅游观念是相结合了，也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是享受那个文化氛围，享受那个生活的情境，去享受那种悠闲安适的一种整个社区的宁静的气氛。我想这一段呢，谈到这里的话，各位就可以真的相信文化真的是一个好生意啊。我们带回来来看看师父对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台湾何去何从他所做的一个小结论。好，回到仁爱和平讲堂啊，我们在今天这堂课的最后一点时间，想要来跟师父来聊一下啊。其实我们刚刚可以发现啊，就师父在谈这很多话题的时候，都回归到一个典型在溯溪的文化。可事实上呢，师父有很多的观念，又跟现代很新的观念是可以契合的。特别是刚刚说的一个汤池的这个小城的经营的理念，它其实就是现在休闲旅游业里面所谈到的最高段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我到那地方不是拼命的玩，是到那里去享受那个氛围，享受那个生活，去学习。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师父也让我们觉得很，让我个人觉得很印象深刻，就是您一直一再的谈到媒体远距教学，它可以扩大过去的教学只是局限在一个教室里面的那种功能啊、哦。所以我想跟您来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社会的人心浮动、多元价值的错乱是一个的确确是需要有一些导正的方向的话，毫无疑问啊，现代科技是有它善的这一面的。这善的这一面就是我们怎么运用它来传达一些对的理念、对的知识、对的智慧。就这部分来讲的话，师父其实是亲身力行的、啊。您在电视上面，不管人在哪里，我们都可能可以透过电视的频道去看到您在开示、在讲佛法、讲佛学啊、讲经。那您怎么看待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年代啊，它往善的这一面去走，你有什么建议？这桩事情是早年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啊，他说你要了解这个事实啊，这你看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啊，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产生了最大的这个影响力啊。那么那个时候曾经有人问过他啊，他说美国在那个时候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也会灭亡，那灭亡的因素是什么？这个老师一点犹豫都没有，马上打了电视。美国将来亡国的是第一个因素是电视。回过头来就告诉台湾这个几家电视台要小心啊，虽然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程度，已经向这个方向走了，这个事是要值得注意的啊。所以媒体它是一个中立的，他没有善恶，问题就是主持的人。如果你把他讲在正面的，那你是旧世界；
你是负面的时候，那你就毁灭世界啊。所以这个是决策的时候，是人的决策，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好好利用这些工具啊，来传道啊，来讲学啊，那这个产生效果就大了啊。如果说现在从前真正有真实智慧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啊，像部长以上阶级的，在讲学当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画面，看到他们在这个旁边来听，这就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群众是上心下效，哦，看到这些人啊，有影响力的人都在这里学习，他们的信心就起来了啊。所以这样就是用这种远程教学的这个像我们的汤池做的实验，那在中国大陆是还不行，他不准报道。嗯啊，如果真的是像在台湾的话的时候，那个每一天把这个汤池教学天天报道的时候，我相信半年台湾社会就平定了啊。所以在台湾做，我相信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呢？儒释道三个根都能在此地扎，没有人反对啊。而且台湾这个政府跟民间都乐意接受啊，不但是接受，乐意接受这个机遇，很不容易。嗯哼，啊，这个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嗯哼，啊，这个做好了，我们现在努力，像明年的时候在联合国办个活动，啊，在 UN 纽约去办，那比巴黎会办得更殊胜。那我现在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这些材料，都可以拿去展览，去做一报告。那么这个就等于像是生意广告一样的，我们去拉着一批人到这边来看，啊，台湾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存在地，啊，这个跟大陆呢，我跟大陆也常常谈，啊，我说这个马总统，啊，这个就职之后啊，啊，我说我跟他有一面之缘。啊，我曾经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啊。假如他有一天能够主政的话啊，希望的是我们肯定一国两制，嗯，啊，我们是同一个中国，我们同一个祖宗啊。但两制什么呢？啊，两制，我说中国大陆是新中国，台湾是5000年的老中国啊，就好像一个新兴都市，你就保存一条老街，嗯，啊，这个老街非常有价值，嗯，啊，这个东西是能够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会给全世界做成最好的典范，啊，我说我们确确实实不要再浪费呀，就把这些人力、财力、物力啊浪费到那都没用处，通通集中在文化上。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中国文化，这是世界上也有这个说法，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但是不是中国政治，也不是中国经贸，也不是中国的科技，也不是中国的这个武力，是中国文化。嗯哼，啊，那这个文化是台湾能够把它继承下来，这个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想师父最后那句话大概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就是到最后其实就是文化，这其实也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里面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文化，而且文化展延到了生活的里头，变成一种土壤跟氛围了。我想非常谢谢师父这段时间呢，透过这一系列的仁爱和平讲堂呢，为我们开出来的很多他的思维啊，这里面有很多思维是可以让我们大家从不同角度来再继续做一些讨论的，也非常谢谢宪宏跟着我们一起啊来讨论这些话题，再次的谢谢师父，谢谢您，谢谢，也谢谢各位的收看，谢谢。